太忙了。哇，因为县政府还得是小米啊，你娃啊，这叫我到县长们那个老师啊，点到一些解读的话了，又那个我了，又到那个那个，你弄露天，这还都是才弄露多些梗的，我这个大伯汉的，那叫我老了婚呀，要这个狗，把力呢去的家，你们县长，哎。走大了，然后你这就无奈的就话，啊，莫那么好玩了。但是呢，那个我那几个我都说你是我两姑娘啊，农历从那说都两个的，那些那个什么，我都选择西装，狗的从那说都特别那个啊，总选更牛呢，就特别就是早饭了。这种当地呢，古早啊，才有了有别的物品，哎，古早些还呢，要的咱都了，一些别的物品，你莫在就打倒倒，那些别的什么，我单独走，你看没有，我单独啊，啊，我一条命往往绕，我都老多物品，哎，这边，我就到那些周围同的妹，古早我妹妹，去说。啊，都多带都会哈，你去找了找不些了，忙不着鸟嘞，我一弄嘞全是错的，但是我叫嘛了，这种嘛也，这叫我这个东西才叫嘛也哈，都那个要管，这种啊，但是这样我买一天，买啊，都弄那天，这里不干嘞，这里是得做别的，啊，那个可能不干，不弄些，那个电脑嘞，啊，不弄我那个嘞。也不错，去广州，广州去郑州呢，最好包车的这样子。哎，我们呢，准备嘛，在准备周末，慢慢就也准备下。哎，就是，然后有些什么的，我们慢慢准备来，慢慢下，哎，慢慢弄些。结果周围那些微信嘛，他都开始弄了，这边呢也是热的。啊，给我们做水电，还有做啥的不弄啊？就是嘛。那就是特别难的事儿。